阿妹奔赴上海，胖瘦自在人心。中国乡民有传，五月不减肥，六月张惠妹。她五月在上海卖高跟鞋时，影片中略显浮态，发出的官方照片倒是瘦不拉几的。六月出席中国好声音记者会，照片里的她圆乎乎的，影片里的她腿却又跟竹竿一样瘦得惊人呐、就连淘宝网都出现冒着阿密特之名行贩卖减肥束腰之势的男装品牌哟。今天是七月第一天，阿妹将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呢？苹果六月29号傍晚直击阿妹的保姆车，在松山机场卸行李。哎呦，排队化位办托运的这位助理，就是跟 Hebe 常约会的钟若涵呐。妈妈呀，妹嘞，偌大的机场怎么不见妹影呢？原来往上海虹桥机场的班机全误点了3个小时呢。说时迟那时快，阿妹现踪啊！你这样看不出来胖瘦，从这看差不多嘛，没有多害人的变化。梅姐有送盛总礼物吗？不要再叫了，叫什么梅姐？阿妹这次主打省话战术啊，除了沉默，一开口就是在道谢。好的，谢谢。梅姐最近还有在进行什么类似那个塑身之类的计划吗？有没有？有结论出来了，五月不减肥，六月张惠妹，七月说谢谢。苹果约了新闻，那八月只好不客气了，不倒。